我来这住吼，嘛五十年超过啊啦。阮搬来时哦，遮宿舍吼，啊，阮后面那个基础，一间个真个监控公司个化妆科伫个，拄拄啊，阮后面，拄啊，即摆阮后面哩四间楼仔住吼，较早是监控公司个即个一间个真个仓库。啊，对面隔壁银行吼，啊，佮个真个遐银行个宿舍有无？哦，拢全沉啦，啊，这个全员也嘛沉啦，一条鱼缸水准啊，就恁对面去。别就是啊，日本搬到对无吼？日本人个对。日本人搬向看到修建搬到了后对无吼？啊，迄当时阮伫共租厝啦，早期阮伫共租厝是租伫国宾后面遐，哦，向连车头附近那遐啦。啊，迄阵啊，算讲人日本人就搬到啊对无？啊，意思是讲人叫空厝，啊是讲来看有接看有一间啊人住，啊唔免租金安尼，较早阮老爸也是有受这个想法伫个啦，就讲啊来个租金咧破日本啊套厝安尼哦，落来住啊唔免租金安尼滴。这就是啊，这张也是啦吼。宿舍就甲你讲，较早唔是配啦，家己来占的啦，家己来占啊就。也无窗仔门，也无榻榻米，啊，就敢若两块歹房啊，伫遐安尼啦，剩安尼啦，根本就袂住个啦。啊，是来你了后吼，你甲申请，甲申请讲，伊就报讲啊，你个宿舍是倒位个，讲这铁路，这宿舍是属于铁路局个宿舍。伊咧较早阮来，即个问个吼，拄好遮厝，即个拄拄好你即嘛，你即查某囡仔，你徛遐就问个吼，有正式牌啊伫个。地下锂矿区。日本是啊，伊福利社是福利社是靠迄个好多江尾波啦，你都知影卖物件，你要塞塞人车啦，塞人车。日本现在是做司机，
我伫高雄入的。啊，落尾我写批吼，要写批讲，写好个台北话主席啊，主席个林木，我有记得林木，日本人啊，写批好个喏，讲阮老爸老母哦，真年老啊呐，真年老啊，我住伫高雄，啊，伊住伫中坜迄观音，迄真行哦吼，伫中坜啊，通过迄中坜，啊，佫装卡去。我要照顾的这，拜托你主席，你给调去台北好无？煞成功了啊，调来台北，嘿。哈哈哈。这个我啦，少年的时啦，今年烟斗。烟斗。那是做水啊，我做司机，其他拢配给手送物件的。这个主席。接收迄日本人的家己的宿舍，接收一条，啊，这有来，我讲我带伊一间，伊讲好。这个宿舍是较早我强制组合的钱起的啦，强制组合真济哦，强制组合的厝真济。像迄福利社嘛是强制组合的。我进到铁路的时候，就是铁路这个学校毕业以后，是民国27年10月23号考进台湾总督府交通局梯道部这个。考进铁路为什么？什么原因？当时日本人啊的军方啊，认为铁路这个机构就是国防机构的之一，所以当的催战的这个员工啊，支援呢是没有征兵役，那个兵役不是说日本的那个必须要服兵役啊，但是。叫做军夫啊，就是等于他们一个士兵一样的，所以你到了铁路局之后，你就不需要服这个兵役了，当时我考进铁路的时候，这个动机啊也是如此，我就第一个地名采用被派到桃园车站。那个时候桃园车站员工在50几个人呢，啊，当然日本人就占了半数以上。没有多久我就调到台北，车班，现在讲车班租了，以前他们是讲车长期，所以那个时候我是第一任的列车长，也是台湾。人本土的第一个人这样，蒸汽机车时代，台北到高雄，那是最快的车子哦，也要10个钟点，要10个钟，普通的就要12个钟点，只要普通车10个钟点，所以一个下去，一个回来，一个休息，就是三个人轮，对，清宫号、明川号啊。我记得这个45年左右了，在台北站当总务主任，当总务主任他配到这个宿舍。
后来他呢考取美国的哪个小学念书，他走了我接他接他的位置，接他总部主任的位置，所以他房子我就住进来，就这样的下来。我们铁路局有一个名言，也是叫做确认要再确认，所以我到了发展车站当站长，还有到妈妈当站长，我都写了一个大字给那个战场里面去，认真确认要再确认。在台北市场看到那些弹簧，那些绳子，对不？绳子在控制的，在清洁的出路，那些车才会长多钱嘛，是拢靠绳子。现在才有这九零绳子，现在是拢全改橡皮圈啊，各大高大都全靠绳子。哎，靠橙黄啊、平黄啊，靠这两种。那当时机关抗拒，而且会使讲，但全正找无人的啦。转向下下面，迄车你袂得，迄车会限袂限，坐了会爽袂爽，拢嘛是靠绳啊。咱包括咱控制车自动，拢完全靠绳啊。我也开始在进这个钱啊，是已经查无啊，全部要查查的。所以咱即马讲起来，我对政治的处理哦，我下面会使下面来行啦。刚才平江厂你知道吼，从咱的四组平江厂啊，常常嘛叫我去，啊，去到在处理，去到炮管，就爱有钳啊，杀出在趁机在拍黄鱼都无吼。我对这无我下面有研究，我。政治的处理，我要处理个什么程度？要用水的轮处理、油的轮处理，还是用什么处理的方法？我有能力来给你处理出来，给你这个，我你即马呢，伸落去，这个手指砰被拍坏，我有法度人研究个出。即卖伊个后面伫徛遐哦，是花园啊啦，本来是徛花园啦，哦，啊就是徛到这里啊，尔到这里啊，尔，遐就是窗仔门，啊遐落去就是徛花园啦，啊伊个即卖即变书房遐就是，就是我家己改，家己搁再甲违章甲打出来。就是两间房间尔，一间甲一间尔。哎，日本人在这间客厅，啊，这个后面恁两个阿仔婆在住，啊，较开心啦。较大件，啊，隔壁还有间，就阮查某孙在住，迄间是哦，日本人会食饭间。嗯嗯。拄拄好一日，然后两领榻榻米住尔，食饭间落去，就是伊在灶家间，嘛是两领榻榻米住尔，啊，佫落去嘛是两领榻榻米住，就是因的水润如金。较早阮搬来的时无几户，无几户，啊来的时尔尔，啊无地板啦，就干那即个地板是后日才阁改建，阁申请来建的，就是榻榻米顶啊吼，从我迄落三阿房里啦吼，铺角啊地的，啊三阿房，就是我三阿房，迄榻榻米人拢搬走啊，啊嘛无窗仔门，啊来住了，才去也去落叫申请。
那无甲看，无要甲处分啥个哦？等下我要阁继续住。第一，安怎话？我住遐住了，嘛六十年啊啦。阁予我住，迄日来时我嘛讲，阁予我住也袂超过十年啦。即我是讲实在话啦，八十啊啦，我嘛无希望我食到一百岁啦。你啦，大生一个，你着会行、会走、会讲、会教教路用啦。啊，甲破病在面上个哦。食到三百个嘛是同款啦，就收收囝也艰苦啊。我即久倒厝个嘛是讲阮媳妇讲阮查某囝听，我会行会走，恁放心安心。我若袂行袂走，食一百个也无路用啦，对无？啊，我即久会行会走啊。啊，你等下你来记录局无甲，就无甲伊落尾，互我继续住。等下我举双手画万岁啊！安吉百五万，国安金百八万，丢吉两百三十万，哎，互你走，大家同意，大家同意讲会使，你钱花我都搬走，但是铁路局又讲哦，铁路局现时是无钱，没有钱，你们搬走，你们处理后再给你，大家不要嘛。到时候你不给你不给我们没有办法嘛，对不对？就这样这样拖到现在，感觉不好咧。你政府开口讲买钱给你啊吼，我们补助你百五百八二啊三吼，该照该给拨。啊，你政府讲的话你无实现咧，挂完之后感觉无道理。你政府啊，你都告诉政府啊，政府家己讲的话，原级百五，官级百八，长级230万，要予你，你搬走，大家同意。但是又讲，你如果无钱，你搬走，处理好钱才予你，大家无爱，爱拖到怎嘛？要安怎拍算啊？该收购啊！怎嘛对方以来啊？我囡仔有写答复，讲二十天爱答复，看你要安怎答复伊。啊，有诶直接去，迄个黄金章哦，直接去欢迎，伊直接去欢迎，用伊无爱写。铁路局对员工的善后的处理也非常的不通人情，讲不好听一点，情理法都不合理。当时我们配置这个员工这个宿舍的时候，当然他也是为了职务的需要啊，他配置的时候没有限期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写过什么切结书，什么时候交还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以往的惯例啊，都是住在你自己不住，自己经济好了，移民到美国啦，买房子啦，自从我们长大了，那自动把你破破烂烂的，他怎么会住呢？所以这样的走的，还不是铁路局让他搬走的，就这种情形，所以。我们住户呢，这个房子啊，就当做自己一生就在这里，当做自己的房子的爱护。后来行政也通令，公交人员宿舍要收回了。公务人员嘛，政府的政令也是应该遵守，这个是合理的。但是你要有合理的。安置铁路员工
当时日子实在是完全就是公务员，后来以后就是变成公营事业，变成这个你说公务员了，工作上就是公务员，退休的时候他不认为是公务员，因此我们铁路员工退休没有18%的存款优惠，嗯，所以这个情况之下，那么你说房地税啊，以前铁路局没有征收，铁路局有的这个是以前的员工叫跟那时候叫做福利委员会，这共济组合了，那共济组合现在来讲是福利委员会的性质，他们每一个扣钱就拿那个基金啊，以后自己盖的房子。我们也没有想到有今天铁路局会这样的对待我们。啊，铁路干了一辈子啊，嗯，哦，对，干一辈子扫地出门的，真是甘心了。想叫的，可以，根据过来的人。